什么啦？刚刚炸的不错。小三三，吴以森，你在干嘛？一灯，你在干嘛？哎呦哎呦！超大鼓。对呀，他居然有事情做了。哇，好棒哦！喜欢打鼓呢。他现在还会跳舞哎，他看《星光大道》啊，他就自己站起来这样。刚上来的时候，而且我看到你们最多同时一个人可以拿着。